15% 넘으면은 시즌2에 출연하게 되겠습니다. 哦，东京大叔这话一出，相信粉丝们都准备好啦。23日下午，韩版 Suits 举办制作发布会，张东健和朴炯植一站出来，哇，完全不输原版的帅度。如同原作内容，主角两人的 bromance 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亮点，但不知道实际上默契如何呢？지금아직뭐초반촬영이긴하지만굉장히재밌게잘촬영하고있고또지금까지는이제뭐좀대본에맞춰서캐릭터를잡아가는과정에서하지만이제뭐후반중반후반지나면서부터는뭐이런애드립이런것들도좀기대하셔도좋을것같고지금이제그런것들을좀충분히더재밌게할수있을정도의어떤케미가형성이되어가고있다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선배님께서도말씀하셨다시피굉장히초반에는좀어려웠었는데요주먹부딪히는것제가먼저내미는것도사실굉장히어려웠었는데뭐이제는뭐뵐때마다제가먼저내미기도하고요네많이기대해주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真的很期待张东健和炯植能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呀不过东健大叔真的是保养的超好完全看不出和炯植差了19岁呢두분이함께앉았을때나이차이별로느껴지지않는다는말에대해서어떻게생각하십니까두분이함께앉았을때나이차이가많이안느껴진다는말씀에대해서는어떻게생각하시나요전혀느껴보지못했습니다오진짜로예예예그냥모든그냥뭐이야기의주제나그런게너무나도잘맞았고요네네예예예단한번도느껴보지못했습니다 네, 네그거말고외모얘기하는거왜네아저만나쁜놈이되는것같아가지고지금 저외모얘기는좀안성감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 네, 네 好啦没事炯植也是非常帅气的